是这样的，就比方说出去要出去，我能出去一下吗？去哪？去哪？嗯，不，这种女朋友不会出现在我生活里的，就是，是吧？去哪？没有这样，不是，就正常说就可以了。就是那我有就晚上要出去一趟，那跟朋友一块吃个饭。去哪？找了个爷们儿，这个就是朋友，哥几个一块出去学。都有谁呀、啊？哎呀就出去玩一下嘛，没事。哎呀，玩啥呀？玩一下嘛。呀玩就没也没什么人，是不是？你都熟是不是？好吧，就是这么个状态，羞耻一点，就是。哎呀，这戏票羞耻了吗？这个，你给我下去，我在这儿呢，我不想停。行了，不要了，继续了。好，停。哎，我跟你们广大朋友说一下，这招真好使。你就哎呀，好使，真好使。来了，快，赶紧，各自归位，两位大神啊。好羞耻啊，羞耻，太羞耻了，太羞耻。